然后在上面切出几个简单的线条之后，然后把它丢到大型的烤箱里面，然后烘到大概200多度的时候，趁热，然后把它放上模具，然后夹住。那模具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那你需要一个器具，所以我一直想到说，你可以刚好可以压克力，然后压克力它是具有透明性。各位来宾，首先非常感谢我们参加我们亚克力创意设计竞赛的所有来宾朋友们，尤其是我们亚克力加工厂有板材厂的各位老板先进，以及我们设计业界各位专家老师同学，在台湾亚克力产业的一个进步进展。我们开发了亚克力色板，我们协助我们产业链的客户在营运上的一个突破，同时推动产品的生产履历系统等等，做得更好的，有助于我们产业推动应用的，那请随时跟我们提点指导。我们只是一个承办商，我想我真的每次我站在这边，我真的是要非常感谢高雄数字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在这里我还是要代表全台湾有参加一个竞赛的所有的老师跟学生，谢谢天气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谢谢。那这些的投入呢，是不是说投入了就马上会有改变收获呢？其实这是一条很长的路，很长的路。所以每一家公司，你的要让它认定，可能你的产品要有一系列的一直衍生下来。那么在大的转型的过程中，设计服务转到品牌行销，画一画，我们就可以把它卖到市面。那事实上呢，其实不然。来，我们尽量往中间靠拢一点哈，谢谢。来，3、2、1。来，3、2、1。首先颁发9成创新奖，我们有请公司颁发的隐昌生活用品创新设计奖，就金。15万元支票、奖牌、特奖票一张。